黑金现身，价值千亿，这不仅仅是媒体惯用的标题党伎俩，这次是玩真的。国际市场一片哗然，欧美国家更是坐不住了。这一切都源于中国黑龙江发现的一座超级石墨矿。别以为石墨只是铅笔芯那么简单，新能源、航空航天这些高科技领域都指着他呢。中国这一发现，直接把资源牌打在了全球科技竞争的桌面上。四年勘探。 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点一九万吨石墨矿石量，两千三百三十七点六一万吨矿物量，平均品位高达百分之六点九七。这份地质勘探报告摆在眼前，谁敢说这不是天降紫微星？消息一出，整个矿业界都炸锅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原本是传统的煤炭城市，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石墨之都。要知道，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墨矿，而是大鳞片精致石墨。 品质优异，是制造高端电池、特种润滑剂和耐火材料的顶级原料。国际市场上，高品质石墨价格近年来一路飙升，翻了几番都不止。有人算了一笔账，这座石墨矿估值高达一千亿，比黄金、稀土都金贵。消息一出，欧美国家坐不住了，因为他们高度依赖中国石墨进口，美国百分之一百的高品质石墨依赖进口。 欧盟国家更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指望着中国供货呢。当地政府已经开始行动，投资六个亿的石墨项目已经开工建设，未来五年内预计能创造超过十万个就业岗位。这可不是简单的挖矿，而是要打造完整的石墨产业链，从原矿开采到深加工，再到高科技应用，目标是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石墨产业的领头羊。石墨。 被誉为二十一世纪高新技术发展的金色钥匙，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材料，石墨市场需求量巨大，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如电动汽车电池、电子产品和航天材料等。此次发现的超大型石墨矿将有助于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更大的进展，减少对进口材料的依赖。石墨是二十一世纪工业界的超级材料。 凭借其独特的物理与化学特性力，石墨稳居现代工业领域的核心位置。石墨的原子结构呈现六角形的层状排列，这使得它具有许多优异的特性。石墨的熔点极高，达到三千六百摄氏度以上，在极端高温环境中依然保持稳定。在导电与导热性能上，石墨同样表现出色。石墨内部的碳原子紧密相连，形成了电子自由流动的通道。 电流和热量能够迅速而高效的传递，正是这些特性让石墨成为新能源与电子领域的新宠。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的关键材料，石墨能够稳定地与锂离子进行嵌入与脱嵌反应，使电池的能量存储持久稳定，提升了充放电效率，推动了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以及储能系统需求的快速增长。 预计在未来十年内，石墨的需求将呈现爆发式增长。坐拥如此庞大的石墨宝藏，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与竞争力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为国家战略布局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对于双鸭山市而言，这座石墨矿的发现是天赐良机，将为其注入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借势而上，双鸭山市正积极规划。 致力于将石墨烯材料产业打造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除了传统工业，近年来石墨烯的研发浪潮更将石墨的应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石墨烯是一种由单层碳原子排列形成的二维材料。石墨烯电导率比铜还要高，导热能力极强，同时它的强度是钢的二百倍。石墨烯也因此被赋予了未来材料圣杯的光环，在电子复合材料。 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电子领域，石墨烯可以用于制造超高速晶体管、柔性显示屏和超大容量存储器。在复合材料领域，添加石墨烯能够显著增强材料的强度和耐用性。在生物医药领域，石墨烯则被广泛用于研究新型药物载体和开发生物传感器。尽管石墨烯的商业化进程仍在推进中。 但可以预见，石墨烯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引爆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意外迎来的这座超大型石墨矿藏，必将成为中国未来科技进步的重要基石之一，也会为中国的前沿技术领域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那么，石墨矿和稀土矿，谁才是资源领域的超级巨星呢？ 稀土元素在现代高科技产品中至关重要，在电子、磁性材料、催化科技、激光技术及光纤通信等关键领域上独领风骚，无可替代。稀土元素包括镧、铈、镨、钕等。以钕铁硼磁体为例，这一稀土合金由钕、铁和硼组成，拥有惊人的磁能基与角丸力，它能够在紧凑的空间内释放强大的磁场。 因而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的电动机和风力发电机的发电系统中，成为了高性能磁体的代名词。这背后得益于锂原子的特殊电子排布。而石墨在尖端科技领域的不可替代性，已让它与稀土一样，成为全球瞩目的重要战略资源。石墨之所以如此独特且重要，根源在于其原子排列方式。石墨的碳原子以共价键为纽带。 编织成层叠有序的二维结构，这一结构赋予石墨惊人的导电及导热性能，能够高效传输电流。石墨层叠有序的二维结构还赋予它极佳的润滑性能，在高温高压环境下，石墨能够作为润滑剂，减少机械部件间的摩擦和磨损。这种特性使得石墨在机械制造和航空航天广泛应用，确保设备在极端条件下。 依然能够稳定运行。石墨极其耐高温与导热的性能，在石墨坩埚中得以完美展现。在半导体制造与晶圆生产中，石墨坩埚被广泛用于半导体晶体的拉制工艺中，助力拉制出高质量单晶硅，奠定半导体产业的基石。在现实应用中，正是稀土元素和石墨的结合应用，才让许多现代高科技产品的性能和效率得到持续的提升。 例如，得益于稀土元素的高性能磁性，智能手机才能够实现更高的图像质量和更强的音效。智能手机摄像头中的镜头和传感器往往含有稀土元素，如钕、低等。这些稀土元素能够增强镜头的光学性能，减少畸变和色散，从而提高图像的清晰度和色彩还原度。 同时，稀土永磁材料也被广泛应用于手机内部的振动马达中，带来更细腻、真实的触感反馈。智能手机同样得益于石墨的超强散热性能。智能手机在运行大型游戏、高清视频等高负荷应用时，会产生大量热量。如果这些热量不能及时散发出去，就会导致手机过热、性能下降甚至损坏。石墨因为卓越的导热性能。 被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的散热系统中，在半导体设备内部，从精密电极到高效加热元件，再到精细屏蔽材料，石墨以其极高的纯度和性能要求，满足半导体行业最苛刻的要求。全球资源分配版图重新洗牌，在接下来数年内，中国会着手石墨资源的深度布局，为国内高科技产业注入强劲动力。未来这座矿藏。 有望成为电动汽车革命、电池储能革新及半导体科技飞跃的坚实后盾。优先供给国内市场，高品质石墨将加速本土产业升级，强化中国在全球科技舞台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中国亦不排除将适量石墨出口国际市场，拓宽外汇来源，并巩固中国在全球石墨贸易中的地位。鉴于石墨作为关键战略资源。 在新能源与高科技领域的广泛应用，中国将通过精细化的出口策略提升国际市场话语权，更通过资源置换获取先进技术与资本注入，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此外，为确保国家长期发展与安全。 中国还将实施石墨战略储备计划，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市场波动与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确保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中，国家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固若金汤。通过建立石墨战略储备，中国可以在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时，保持足够的战略回旋空间。但是，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首先，石墨矿的开采面临着技术和环保双重挑战。 传统的开采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还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如何实现绿色开采，提高资源利用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中国石墨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还有待提升。尽管在原矿开采方面占据优势，但在高端石墨制品的生产和应用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面对这些挑战，创新无疑是关键。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一些领先企业已经在积极布局。 他们不仅在开采技术上不断突破，还在石墨深加工、石墨烯制备等领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某企业研发的新型石墨烯导热材料，其性能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望在电子散热领域实现广泛应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石墨产业正在向循环经济方向发展。一些企业开始尝试回收利用废旧锂电池中的石墨材料，这不仅能够减少对原矿的依赖。 还能有效降低环境污染，这种循环利用模式或将成为未来石墨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中国石墨产业的发展前景令人期待，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真正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共同努力。只有坚持创新驱动，注重绿色发展，加强国际合作，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领域中赢得主动。 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从资源开发到产业升级，从技术创新到国际合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新时代的发展理念。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石墨生产国，更将成为引领全球石墨产业发展的创新者和推动者。